焦纳。上一回正听到焦纳为孔雪莉诊病，准备用外科手术的方法来治疗她身上长出来的毒瘤。那么最后这个治疗的结果究竟如何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要手术了，侧身，所有的这一段描写就由他进屋来呀，您就明白他俩得有事儿。为什么？就男女之间不能够当面办的事儿，俩人都办了。除了有肌肤之亲，还有撩衣裳，显示出自己互相都显示出身体了。那么下边这动作也是，他得把衣裳撩起来解佩刀，两个人搭目，哎，然后他闻他。如果不是在这一种情况下，他没有任何机会能够离姑娘这么近，闻着他身上的这股香气。所以书说到这儿，我们的读者包括您各位一定要知道，他俩中间必然得有事儿，要不然不能这么写。可是蒲松龄高就高到这儿了，您往后文书听，哎，故事还有曲折。这个佩刀是做什么用的？姑娘身上的佩刀跟男子身上的佩刀不太一样。我们现在通常理解，就是化妆用的，修眉、剪鬓、哎、指甲，包括一些个刺绣，平常这个它有文化呢，也可以理解为彩纸等等这些作用。但是女子身上那个刀跟男子这个截然不同。第一是一定小秀质，哎，第二一个是很薄。原文这点描写，薄如纸，就是很快，解佩刀奇快，薄如纸。把这个刀还有刀鞘轻轻的退下，拿着这个刀，把酒拿来，一样还是消毒，哎，都消毒弄干净了，就用手一扶这个金钏，齐着根这么一拉，太快，蹭蹭蹭几下，大瘤子愣拉下来了。这瘤子一拉，里边一定是血水跟脓水，哗啦往外这么一流，霎时间这个床褥尽被污染。那么旁边提前预备好药棉花了，拿药棉花赶紧给它擦拭，拿棉花把这脏东西擦得差不多了，用清水洗这伤口。这一切的手术，孔雪莉没觉得疼。怎么不疼呢？你这事闹的，那广施秀色可餐造成的吗？也未必，不知道这里有什么法术。哎，那么底下这个动作相对来说恐怖一点，就是割腐肉。哎，你光把这个瘤子拉了，里边这个脏东西都挤出去，这还不算，它跟瘤子相连的这些肉已然都败坏了，要割这个腐肉。这个情景虽然说在今天人要想起来也没有什么恐怖的，为什么？我们要到了医院看护士工作，您就知道这都不算什么。我不知道哪位您在医院里头当护士，或者您身边有比这个再恐怖的都无所谓，现代人也能理解。但是古人一个小姑娘十三四岁拿着一个刀躺在这儿拉一个人身上的肉，这个情形还是比较恐怖的。他写削这个腐肉就如同削树上柳影，据说现在树上那个要是整块的拿下来，那还很值钱，黄花梨带影子。那个好，那比那普通黄花梨还值很多钱呢。有的专门用那树的那瘤子那地方做各种雕塑，哎，盘着盘着那就特别光滑了。一般你要到公园看大松树、柏树那瘤子，也有好多人拿手摸，摸着摸着那地方也特别亮，哎，就是那东西，就如同拿刀拉树上的那个瘤子、瘤影一样，咔咔咔一削，特别快。把伤口附近的腐肉迅速的就都削下去了，再拿棉花擦拭一遍，拿清水再冲那么一下，
该包扎了。孔雪莉一瞧，真快呀！虽然说在自己胸脯这儿，他是这么仰着躺着，他只能看见这个施以手术的人，具体这儿变成什么样不知道，但大概齐了也知道啊。他一瞧，这么快，这么一大溜达就去了，而且不觉得疼，脏东西都挤出去了，那八成就得给我裹上了，拿药棉花一盖，然后外边棉布啊，干净的棉布就是纱布吧，给它盖上，然后拿胶条一粘。那两条有胶条吗？可能也就是拿棉纱，是不是一缠，最后一别，过去都那样。他想的就是这样。哪知道手术才刚刚开始，关键的这都不，就是说拿刀，甭说你这个病比这再沉重的，哎，都没问题。在后边，这个绝技别人没有，只有焦娜会。焦娜抬头看了一眼黄浦公子，微微的一笑，就看黄浦公子微微点头，就请贤妹费心。好，说完这句话，就看焦娜这么一扬脑袋，一张嘴，疼，从嘴里吐出一粒红丸，红色的一圆球，这个圆球吐出来，它可不往下掉，竟然停在了焦娜的面前。姑娘伸手这么一拖，这个红丸本掉在掌心之上。各位您可就知道了，内丹了不得了啊！把这粒红丸一分手，哎，就按在了刚才手术完的这个瘤子的伤口之上，仔细的用手这么一推，原文写按转，就是按着转，按转一周，一周不是推七天的，是一圈儿，哎，推七天，第二天一周，哎，圆周是周啊，一周怎么样？其热难耐。赶这个红丸内丹练的，您琢磨那温度多高啊？往这伤口上一摁，他觉得微烫，再怎么一转，哎呦，酷暑啊！外边的热跟里边的热不一样，觉得奇热，而且难以忍受，咬着牙，这么一出声，姑娘也没说话，动作稍微迟缓。那你就带出来了，稍安勿躁，您忍一忍。姑娘这么温柔的一举动，包括这表情，孔生要坚强啊！那我挺得住，拿出这劲儿来。再一周，再这么一转，不热，觉得痒痒，觉得痒痒，哎呦！钻心的那么痒，这伤口要伸手一挠，指甲里边有脏东西，再感染了，刚削的腐肉那就剩生肉了，那一抓还不烂了，但是这痒痒难受啊。同志们，您要知道刚才我说了，这人身上长什么东西都不好受，尤其这痒痒比疼可难忍。实际呢，这要咬一个包用手挠是疼，这疼能解刺呀，愣能忍受，这疼都不能让他痒痒。有时候夜里要有一个蚊子，根本就睡不着，多费事也得，多困也得起来找这蚊子，非得给它消灭掉，找着半盒清凉油往身上的抹，花露水，哎，要抵抗这个蚊子，就是这咬完了太痒根本睡不着，更何况拿着这个红丸贴着他这伤口，用手这么一转，其痒也难耐，他这个手不由自主的上来就要拐，就要挠。那么焦娜这手给他摁着，这手轻轻的一拍他的手，往下一打他这手，又有一个表情带出来了，淘气顽皮，不要这个样子。没说话，站住！第三圈，顿觉清凉入骨。
这内丹，转完三圈之后还托在自己的手心，微微往起这么一扔，停在了半空。您能听明白，不是放回嘴里头，一张嘴往回这么一吞了。只能给您各位说，您知道吧？要我要上安徽说这书去，麻烦麻烦了。我上云南给人讲 turtle 怎么回事，广东人啊，广东老哪听得懂这个？这只能在北京说。这个内丹都是吐息，这是他的吐纳，一吐一呼一吸，这是他的功课。也就是说，练的时候当初也是这么练。您常听咱们聊斋，您就知道，哎，练习内丹之时，都是把这个内丹出来，就这么一吐一吸，一吐一吸，但是吐的远近有很大区别，而且内丹也是由小而见大，说是有形，实是无形的一个东西，它是精气神，它的这个精魄全在这里头。那么这个往起扔内丹，停在这儿，张嘴往回这么一吸，内丹腾的一下进去了，这才似乎有这么一个下咽的动作，这内丹回归本窍，这个手术算完了。您再瞅孔雪莉，先开始觉着热，后来觉着痒，紧跟着一阵清凉透体沁入他的骨中，哎呦，觉着浑身上下仿佛不仅不难受，还特别好受。一掀被，我都好几天没下床了，就光着上身，好一样，他蹦下来了，伸手。他你拉你得拉皇甫公子啊，你不能拉人家焦娜呀。他伸手奔焦娜就去了，那意思啊，太感谢了，是这么句话。但人焦娜姑娘能让他拉着，你是病人，我是大夫，你是我的患者，我所有的这些手术都是为给你治病，但你要好了，你是我哥哥的朋友，你要跟我拉拉扯扯，决然不同。姑娘蹭脸一红，微然一侧身，她可就扑空了。姑娘把自己的翠袖一掩，一转身，童儿有眼力见，把帘笼子就打起来了。外边有纱窗，哎，一推这纱窗门，姑娘眼跑出去了。孔雪莉一把没抓住，扑空了。哎，您。皇甫公子伸手一拦，老师，什么意思？啊，我谢谢，表示感谢，谢我。先说疼不疼了？不疼。那您看看您的伤口，哎，嗯，没伤，一点印儿都没有，连道红线都没有，就跟没得病一样，圆了点儿。哎。这神了，这个神仙吧，哎呦，我的学生皇甫公子，你这妹妹怎么回事？她会什么仙术吧？这点说书接着刚才的那话题了。为什么我刚才给您费这么些话？这儿就没写这病治好了，蒲松龄蒙太奇了，切换镜头了，说别的事儿。您琢磨他能没有疑问吗？他要按正常的手术去给他治，他当然就不提了，愣从嘴里边吐出一个小红丸来给他治，他竟然能够不问皇甫公子，不合乎逻辑。但是蒲松龄就没写，说在蒲松龄那个时代那种生活，这人就能理解这事儿吗？一定也理解不了，那么就他认为这地方不需要解释。但是我给您说出就不能这么说，我就得编出一段他问他答，而且还得能够糊弄过去的理由，就是跟那门为什么反锁那理由一样。蒲松龄也没写，是我编的。哎，这就是说书难的地方，这么说才能合乎道理，最起码能够勉强通得过。
有时候这个书也不合理，那实在是编不下去了。哎，咱们在不伤主旨故事的情况下，可以忽略。你像这个地方，蒲松龄就没说，怎么他就糊里糊涂的就过去了？他底下写的这个书是什么呢？是他打这就犯了相思病。但是这咱们还得多少交代几句，甭管编什么瞎话吧。孔雪莉啊，信了黄甫公子的，把这事儿给圆过去了，就说我妹妹手书好。哦，妹妹有这样的能为，别看岁数小啊，但是呢，这个啊，她的这个医术这么高明，长得又这么漂亮，医术高明跟容貌没有直接的关系，我认为有必带的联系。我有个事儿想问你，您说。我看上香奴的时候，你这场踩过我。我说你要给我找对象，所以佳偶必如香奴，得让香奴这标准给我找。你让人要找香奴这样意义也那是很容易的事情，而且你当时讽刺我，你说我少见多怪，那意思像香奴这样的大把抓拿簸箕粗。你要给我找好的，你说你们家亲戚里边有的是好的，那甭说了，就是他，就是你这妹妹焦娜，对不对？我救她了。这人这思想也够可以的，看上香奴他就要香奴，这刚看见焦娜只比香奴强啊，身份也高啊，这又想追这个焦娜，那把那个香奴那个就满忘了，就这个就不错，你这事不错啊，这不错也不能就归你啊。我说我给你介绍我们家一亲戚，就非得介绍他吗？就他了，就他不成。你好，您这个刚顾过面呢，就想这个，是他医术很高明，那您也得啊静养几天，这两天咱也不上学不念书了，我就陪您休息了，那我得复查。我两大夫给我再瞧瞧，瞧也可以，但是呢，我把您的状况告诉他，他再告诉我，我回来给您治。我不需要你传话，我亲自点住您，打住，把您的这个脑子里的这些杂念，暂时都先排泄出去啊。您的这个清一清脑子，对您这身体不好。黄甫公子给拦了，这地方才接上《聊斋》原文的，打这儿以后。暗恋焦娜这儿比得这个肿瘤病还痛苦，最难的就是相思病，一个人想一个人，哎呦痛苦，每天跟这黄甫公子提我要见焦娜，你要觉得我跟你关系到这儿了，你要给我介绍就介绍他，我跟他行，有这么句话，烈女怕缠郎啊，他这劲儿要跟女的，女的都受不了，都等答应，更何况这是个老爷们儿，黄甫公子哪受得了这个，每天磨磨唧唧磨磨唧唧，黄甫公子受不了了，怎么了您老师，好姑娘多了您干嘛，我没有意见，我爸爸跟我说了，说就冲您把我教得这么好，一定给您在我们家里边找一个好姑娘，可是有一节岁数太小了，跟您不太般配，今年刚十四，将然够十四啊，我没关系，我等一等也行，他长您也长啊，他到十六时您不又大两岁吗，那何必呢，也不见得就非得他，那别的姑娘并不次于他，那不成，诗云曾经沧海难为水，是除却巫山不是云，别乐聊这原文，当时孔雪莉背了两句诗，这两句诗您都知道，而且意思很明白，咱就执意不说他诗里边内容的含义，哎，曾经沧海难为水，见着沧海了，剩下的小河沟子就不是水了，我都见过这么大的大海了，你告诉我黄果树瀑布啊，哪怕是什么
你是拉瓜不是叫什么大瀑布来的？尼加拉瓜不是？阿尔巴尼亚没记住啊，就那么说吧啊，知道你还问我？谁问你了？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我都见过这么好的姑娘，你再给我说别人就没意思，我就看不上了。他背了两句诗来说他的心情，哪知他这两句诗说完了啊，不由得皇甫公子是微微冷笑，老师你也太小瞧我们皇甫家了，你只知道娇娜，你还没见过其他的好姑娘。我那表妹里头有很多很多，您要就说娇娜好我也不反对，但是您要说其他的姑娘比不上娇娜，叫我看也是未必。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